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影片进来。这次要介绍的是1001楼数位的网游人都，对啊，网游人都风云四岛。那想当然尔，我就是要来来拍这一次的不是这里，来拍这一次的疯魔小太刀。疯魔小太刀，经典的二刀流武，我真的不应该在9点到10点拍的。经典的二刀流武器，疯魔一族的美学代表作，风属性武器哦。啊，普攻是三乘前方三乘二，自身三乘二，然后呢一乘啊，这个与其给我讲，不如给柔社讲啊。自身前三乘二啊，前方奥一是前方一乘七，奥二是前方一乘七，不，四方一乘七，奥三是七乘七啊，跟那个我们的忍三很像啊。说到这个，就想要比较一下忍三的，这边也可以看到啊，原本是前方一乘七嘛，然后这是一乘八跟49，所以忍三的范围比较广啊。忍四的范围要一要二，就如同其他玩家所讲的少一格、啊。哎呦，秀错了。哦，对，少了一格。那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知道是跟本身地图的范围是比较小的关系啊。好，疯魔小太刀哈、哦，然后二雕的武器，漆黑的刀鞘及握柄，充满了冷血无情的疯魔一族形象。刀身虽短，但二刀流不仅弥补范围的缺陷，并充满着速度感，可以说是实用性跟美学的完美组合结合。成长阶段的话，它的奥二跟奥五阶是奥二加17，然后十阶是奥一加22。以伤害来说啊，相当亮眼啊，因为你看以奥一来说，就加了22加9加9。那你把一分过来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奥一是140。那接下来我又想看一个东西了，《忍斗风云三》的小太刀手甲。我们在忍三强化手甲的话，也只能到奥一加20。但是你知道，忍四 buff 可以让你 buff 到加40，奥二加70，奥三加136，20 70 136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原本的伤害是多少来着？我的小太刀在这儿。还是这样看吗？对，这样看。20 170 170加170的话是240。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忍四的190哦，光是基础伤害就多了20。它奥二伤害呢，原本是加了70嘛，看它平衡性是17加17加17，这样是多少？71 51 51，2190加51，241跟240差别一，一。好的，一哈，所以我们的影子二是比忍三比起来充满起来是加一啊。我怎么碰到影片？不然碰到影片。好，那奥三的话是270啊，270这个数字，我们对比一下忍三的部分啊，275击伤看来是有点输啊。那段也不是强化过后的手甲是275加上275加136，但是这样是多少？275，我拿一下我的小算盘，275加136等于411啊。那我们这边呢？23加35加35，这是看来这个奥三被平衡掉了。
奥三被平衡掉了，270加多少？加35加35，哇！我们的奥三特别的痒啊，所以看来就是风属性震退太强了，7×7大范围，自身周围不用指向，然后就附带震退效果，所以才会伤害才这么低吧。好，我们看了那么多，总该购买了对吧？您说对吧？好，我们一样用我们的忍卷哦，不，御神符，这是御神符哦，要多加784忍币啊，然后发现忍币不够，我去储值。不过说到储值哦，我就想要讲一些我的个人储值判断啊，我想说给有在看影片多讲一些会比较好，感谢你们进来点我的影片看啊。首先是通行证的部分啊，通行证的部分你可能会花上299，这个就要算进去啊。然后加上刚刚买哦，这个的话是拥有武器没有差啊。买武器我这边差多少？我差784。然后但是我要减掉我的763。我们现在以一个小氪的方式啊，不然我真的觉得两只账号这样子一直氪下去，好像有点像神经病一样。到底花那么多钱干嘛？神社。哦，其他你看这强迫我消费199，哎对吼，1999人币，我要连那个一起算进去啊。对，没有错，基本上能够花人币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买体力是有钱有闲有时间的人在弄的，还有觉得这游戏很好玩，对。那我们这边要消费1999人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以1999为目标好了。那我们1999减掉299减掉784，会剩下，哎不对，那我就除2000就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储值奖励到这边是3500，除1500好像有点亏，哎不对哦，算一下，那我可以1999减784就好了。那我们一样叫出我们小算盘，1999，我们要这个月消费人币嘛，减掉784，是吧？763，那不就是1236？那就一样上到1500，我们这边人币回馈上到1500好了，所以我们来变魔术。哦，水，我们可以录下这个画面，也是挺不错的。不过忍币是增加，那忍币回馈在哪？它不会显示在这里，我必须要重开，对不对？啊！那我们再一次，再来进，印。哎，为什么不印？哇，他卡住了。他卡住了。好吧，我编不出来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可以领取我们人币储值回馈哦，做一个示范。毕竟我没有示范过这个嘛。哦，无人币。好玩。哦，它是循序渐进领的，20人币。30人币，哦，所以我储值1000可以回馈哦，可是我这样还是受不了，1999，好吧，那看来还是得上到这儿了，没有关系哈，我们至少可以来买小太刀啊，买，好。我们顺便解的那个什么，为什么一直往右上飘啊？说到往右上飘，在战斗中的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
往右上飘，看到道具往右上飘这个设定，其实还蛮影响战斗画面的。我们顺便偷领一下我们的那个我新唐血 level 4，消费了700多人民币。啊，这算是一个小氪玩家的示范啊。啊，还会算小氪玩家会有的操作。那但是我们就拥有我们的那个小太刀了。我们看到这边来。好，小太刀拿的 pose 特别的帅，跟忍者刀比起来虽然有点相像，但是还是有差啦。虽然说刚刚稍早还是觉得很像，没有去比较就会觉得很像。好，这边刚刚讲过断野啊，也讲过了，那我们就进入直接进入实战吧。好好，我们来开始那个风魔小太刀的展示，分别是四个方位的奥义。移动，移动的话应该是一样的，就黄金虎有特别效果吧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小太刀他做两个苦工动画，认真砍起来确实有点帅，但是手感上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。好了，不浪费时间了。垫个七道，好吧，看来没什么用。好，我们就接下来奥一。奥一的话，看来从最底，我们从最上面打下来好。他大概可以打到石头第三排这个位置。那这边的话，就不特别再示范那个。影子仪式啊，为什么刚刚的音效听起来比较多啊？施术者不同吗？刚好这张地图很适合放奥一的测试。哎呦呦，惨了，没记了，没记了。左边。右边，所以刚刚到底怎么会有那种超级延迟的音效的？为什么他刚刚好剁了好几次啊？还好奥二特别好示范。奥二射程是七格。奥三。影子零式，哎，那这样子我就示范完了，这么快的、啊，哈哈哈哈，就这样，四个方位试完，奥二加奥三，没了、欸，没了、欸，好啦，我觉得时间也拖够长了，我是觉得还可以再试一把啦，15分钟了、欸，应该不用再试了吧？就不用再试啦、啊，就四个方向都打完，然后加上奥二奥三，不是刚刚好吗？好啦，那我觉得先这样就好了，因为这影片也够长了，因为加了还特别加了人币出资回馈，虽然说我第二个500出资失败了 Google Gage 的问题然后对，就差不多先这样。好，那这一次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 GaiBQ， 喜欢的话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铃铛、留言，谢谢，拜拜。这是断野7阶6阶的小太刀。